大家好，我是杰出风纪候选人十七号的谢若曦。我很荣幸在五六年班担任风纪一职。这六年的校园生活入面，我渐渐成为了一个大哥哥，而成为了风纪一职，我变得更加有责任感。我亦都学识了怎样照顾师弟和师妹。在五六年班，我分别照顾了2A 和5A。他们也都很守规矩，我很开心。很多谢街头和我打招呼，放学之后在街尾和我讲再见的师弟师妹，他们也都很亲切地叫声我风纪哥哥。希望大家投我十七号谢若曦神圣的一票啦。